안녕하세요. 외국어 공부한 아저씨, 외저씨입니다. 영상 시작하기 전에 좋아요, 구독, 알람 설정 해주시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 오늘 중국어 공부하는 33번째 시간 공부했습니다. 복습부터 갑시다. 복습. 워먼 아이 마오. 워. 맨. 我们 아이. 爱 마오. 猫。 我的妈妈不许卖官人。我的妈妈不许卖官人。妈妈不许卖官人。우리라는글씨도없는데어디선가보였나봐요。한글을보고있나？妈妈不许。中国。妈妈不许卖官人。美人。有吗？妈。他们爱狗。他们爱狗。他们爱狗。我们爱猫，我们爱猫。你不是美国人。他不是，不是，넌아니다부터말해주는거죠。他，我们是中国人。他们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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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人。他们不他们都是来着，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不是中国人。他不是中国人。여러분들이거복습보시면서해석을하지마시고듣자마자그의미를떠올리시는거예요그게이렇게반사적으로나와야돼반사적으로거의진짜그냥듣고바로이해이수준이될때까지계속연습을하시면되겠습니다해석에자꾸의존하면언어가안늘어요저거똥점매요자저거똥점매요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다시요。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我想买两公斤花生。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行。我想买，我想买，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이렇게물어봤죠？갑니다。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我想买两公斤黄瓜，行吗？我想买红色的花，你呢？红色的花，你呢？我想买胡萝卜。胡萝卜。我想买西红柿，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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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买。我想买电脑，行吗？弟弟想买一个电脑。还行。弟弟想买一个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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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想买，我想买一公斤芹菜，你呢？我想买一公斤芹菜，你呢？我说，我想买红色的花。围巾。围巾。我想买三公斤西红柿，你呢？啊，行吗？我想买三公斤西红柿，你呢？行吗？你呢？那너는이거行吗？괜찮나요？我这个手表怎么样？这个手表怎么样？我想买红色的花，你呢？我想买红色的花，你呢？我想买，我想买，买黄色的花。花무한한대답이죠 나빨간거살건데넌나노란거살걸 我저거당장매요
짜가 땅 한 휘짱 있네요. 짜가 땅 휘짱 따. 我觉得这个钱包很贵。我觉得지금이제선생님이되게천천히발습천천히발음하고거거든요觉得이런거있죠觉得근데이제중두같은거보면은거의쬐다요그냥쬐다我觉得你觉得이런식으로그냥쬐다쬐다하고지나가거든요 응我觉得这个钱包很贵자이렇게말이됩니다我그래서방금거좀복습이길었죠아오맞네빨리합시다我不可以帮你关灯我不可以我能用现金吗我能用现金吗我你不能现金你能用现金我们可以帮你开门我们可以帮你开门我이만아니죠이만이죠 我们可以帮你开门开门你不能用信用卡我可以帮你开门뭐죠关灯끄다부리죠我不可以帮你关灯我不可以帮你关灯我不可以帮你关灯我不上网我能用现金吗我能用现金吗我们能聊天吗我们能聊天吗今天我能用手机今天我能用手机你可以帮我关灯吗你켜는거도와줄수있냐고물어볼거면은니가이빵워카이떡마이러겠죠카이떡마다음거현재시제시제라는게딱히있는게아니고没在打电话이런식으로이제짜이정짜이런식으로이제지금하고있다라는뉘앙스를섞어주는거였죠我没在打电话그말이되는거죠我在等你他正在等你他正在等你他在打电话我正在找我的朋友我正在找我的朋友我正在아니면我在还可以哦我在找我的猫我在找我的猫我在找我的猫이거를이제아마도이렇게바꿔쓸수있겠죠이거랑그러면은굳이하지말고생각하면서입으로내뱉어보세요이게장문연습하는거예요머릿속으로생각하면서내뱉는거지쓰면서하면은어때요느리죠느리니까그냥단어만보고또는그냥단어를생각하면서이렇게바꾸면이런말이되겠네하고그냥머릿속으로생각해보세요我想找我的猫나할거야찾는거나의고양이이렇게해석이되겠죠그냥머리로해보세요그냥머리로아시겠죠계속我没在打电话我没在打电话어떻게되죠我没在打电话他们没在玩游戏
他们没在玩游戏。洗澡。洗澡。他没在玩游戏。他没在玩游戏。아, 타몬이 빠졌구나. 순간 말이 이렇게 짧지 생각하고 있었어. 타몬 메이자이 왕요시. 타몬. 저. 복습이 많아서. 이것만 지난 시간 거니까 설명 조금씩 붙입니다. 띠영. 자, 뭐 하려고 해요 하는 게 이제, 러 하는 거였죠? 잠깐만, 잘 생각이 안 나는데. 电影要结束了하고이러면이제영화가要이게이제필요한거잖아요그러니까이필요할요체거든요요그러니까영화가이제하려고한다는거예요영화가필요로하고있다고그필요로하는결과가끝나간다끝나가요깡차이는방금이었죠开始이거는이제대시시작자가보겠습니다电影要结束了结束了冬天要开始了吗冬天要开始了吗이거되겠죠冬天要开始了吗我要迟到了。나할거야늦는거내말이되죠晚上我会上网가되게난약했죠晚上我会上网가오저녁에나할거야인터넷이렇게되죠말이이게되죠晚上我会上网冬天要开始了이빨을꽉깨무시는것같은데열받는것같아요冬天要开始了겨울이하려고한다그시작하는것을근데이러가이제아마지금껏배운느낌으로는이제변화하려는그런느낌으로쓰는것같아요그죠冬天要开始了。明天你会打电话吗？아내일너할거야전아할거야따따이게손으로이렇게어떻게하는거기때문에해석을하자면은모르겠어요손으로할거야근데할거야인데여러분마음속에서머릿속에서는손으로뭐할거야라는걸생각해주세요明天你会打电话吗내일너할거야거는거전화를아그래서시간체크14분게임이뭔지볼까요스펠링아이고좀시간오래걸리는데모르겠다빨리해볼게요다엄청빨리하면은아두판안에자 과연빠르게두판할수있을지자제제지에지에제제제제그치알지빠르게두판삼성찐나삼성삼성삼성다시하기쥬또유마쥬러面包자이번에또삼성찍을수있나봅시다
삼성인데 상한이 안 지켰네. 자, 다시 상한 그 빠르게 먼 쉐이 이슈 쉐이 하는 거였죠? 나 쉬 면바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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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게 지금 병음이 생각이 안 나는 게 아니고 스펠링 어딨지? 이러고 있는 거예요. 자, 상한에 도달했습니다. 종료하고 본론으로 가봅시다.